旁白哥宝宝2023年台湾人最爱 MV Top 5，我推主题曲《败给开花舞》。是不顾耶稣反对，12月25号国际玛利亚凯莉节，让他的金曲 Oh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连续15年摘告示牌排行榜冠军。哎，不禁令人揣想，2023年到底看了什么真正的新 MV 呀？麦莉这首女力歌 Flowers 是2023年 YT 全球不分区观看次数第四名，信不信由你啊，她也是唯一进前十榜的英语歌。这西洋流行音乐的趋势是西班牙语歌，前十名强占7个席次呢。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别想骗我去买奶茶，想吃榴莲你自己打。哎，台湾区观众也有类似现象，全年只有 YouTube 木星人一首国语歌入榜，其他都是韩团天下。是国语。唱响我推的孩子主题曲的 You Are So Be 成为2023年唯一发扬大和荣光的日本团体。三立娱乐新闻听得我花都谢了，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富城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钧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君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文化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